6月3日蔡徐坤演唱会上再现情人梦幻舞台，你轻轻一个吻，危险又迷人，气氛开始升温，引全场粉丝疯狂尖叫大合唱。蔡徐坤的情人确实很出圈，不少粉丝们疯狂表示造型太帅了，好喜欢，梦回717，我好爱，直接要我命，真的很催泪等等。蔡徐坤因为今年太美而被众多网友熟知，并且疯狂模仿，这源于他当初参加偶像练习生时自我介绍完了后，我喜欢唱跳 rap 篮球等，紧接着音乐响起，蔡徐坤表演起了只因你太美，因为发音问题被网友听成了敬你太美。后来蔡徐坤凭借歌曲 Reach 夺得全球华语音乐奖，这首歌是全英文的，坐在下面的周杰伦、王力宏等实力派歌手更是全程黑脸，有人宣称这是华语乐坛黑暗的一天等。不过从此蔡徐坤也确实火了，不少年轻粉丝为之疯狂，再多的黑料之下也阻挡不了粉丝对他的喜爱，尤其是00后们，现场演唱会几千人，场面感宏大。情人这首歌旋律还算不错，加上舞台的包装设计舞美很好，粉丝全场跟着大合唱，现场气氛热烈，观众就是蔡徐坤的情人，观众们喜爱他表演也卖力，只能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。审美的自由也是社会自由的一部分，当年90后的杀马特审美也遭到了一片反对，这么多年过去反而成了一个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和鲜明特色。蔡徐坤演唱会全场合唱情人，浪漫感满满，黑压压的人群灯光闪烁，真是一场狂欢和宣泄。你喜欢蔡徐坤吗？